什么穿越感？你今天真的是要穿越啊。这个就是要这样飞啊。对啊，所以可以飞很久啊，然后就坠机耶。怎么会有一片树啊？你说什么？那、啊、它下面一根一根的是什么？那也是菜园哦、啊。这个不是、欸，这是客家人的一种仙人掌植物。哇，那我掉下去，我不是就要进去了？换个换个频道好了。天线太多。哇，这天线已经凹了180度了。你都到家了，你竟然叫他翻一圈。能归。我生机的资本。